还是走丁人啊。哎，内线出机会，终于给过来。哎呦，连着！连着这个接助攻之后的转身炸筐，频率真快。他这个好像这个防守回合啊，没有明确。对，有的人在守联防，有的人在守盯人。还是连续两次压缩防守。哟，连着真厉害啊！这是他今天除了挡拆还没有完全打出来。对。掩护的质量还行，但是吴前没投进，连哲在内线封盖了，宋浩淼，宋浩淼还犯规了，哎，没抢成，好球，这球传呢，连哲，这连哲，这就是这两年把手上的活练出来，是，他这赛季62.4%的篮下命中率，怎么又失误？太矮了，直接被切走，莱斯自己上一个，好不容易往回追了两个球。上半场双方三分命中率差了20%-30%。哎呦，这腰位，火，真是啊！哎呦，连哲啊，比赛情绪完全调动起来了，叫暂停了。连哲这个球有点透明状的意思啊。对。你说二组的内线朱玉航和连哲呀？啊，对啊，可以。你放在哪个队都是先发的这个内线、啊。那 咱们又忘了一个，蹲一下。联防啊，守的还是太晚了，我觉得。是吧？今天是，你看这个，掉的很舒服啊。嗯，你现在这个在，而个人发挥也好。而且不是说在一些，比方说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，你刷出来的有一个，这真是好使啊。就是当于家豪不上的时候呢，李延哲这个体型就显得有点过于突兀了。给一回头，没给进去。哎，这球啊，给了。哎呦，这是巴特啊！确实的，巴特是吧？都喊他巴特。